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，欢迎加蓬共和国总统阿里邦哥翁丁巴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。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，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、国务委员秦刚等出席欢迎仪式。陪同邦哥访华的有总统夫人、代理外交部部长、河湖森林海洋环境气候计划和土地规划部部长等。军乐团奏家中两国国歌。邦哥适应习近平的邀请，对我国进行